送礼呢，就是今天呢有一个小孙，生日快乐！小孙，小孙，小孙，小孙生日快乐！哎，上次你拍你，收视率超高的，快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头放好，头放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生日快乐！好，好，这边彭太大，跑百米哦。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女方的这个年纪呢，就是还小，所以不希望呢，就是做生日这样。对对，重点呢，上次怎样？上次你去抱他那一段呢？嗯，收视拉超高的，飙高啊！飙高，小庄的好朋友，然后整个菜帮都在看。对对，所以我们要祝他生日快乐，对你那么好。生日快乐，对，我要补送他礼物。你要送他什么？送他卡片。你要送你木村的写真集耶。卡片很重要，礼轻情意重，是不是？多重？多重？反正我会送他一个就是蛮特别的礼物。蛮特别的礼物，对对对对。好好，一定好好，一定会在节目上送给他，这样。一定要送给他。